李亚鹏做客鲁豫的《鲁豫有约一日行》，在节目当中，李亚鹏带着鲁豫参观自己创办的书院，恰逢女儿李嫣放学后和奶奶一起去上书房和古琴课，促成了父女俩在这次节目中的同框。李亚鹏一看到女儿，便立即宠爱地将女儿抱了起来。12岁的李嫣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，透着一股文艺范儿，看背影和母亲王菲很像。在节目当中，李亚鹏说到前几天李嫣生日，说请了不少好朋友，一边的李嫣听到轻声细语的纠正说没几个，让人听着很舒服，一点都不张扬，这点和母亲王菲如出一辙。此外，李嫣还露出了一手自己的绝活，现场为鲁豫写了几个字儿。别看李嫣年纪小，但写起来也是有模有样，字迹工整漂亮，透着一股子灵气，而且还在字的边上提上了鲁豫的名字。不过名字用的是变体，李嫣写字奶奶弹琴，氛围有如高山流水般。现场的鲁豫只夸道：“好高雅。”